妙鬼星城诸生亡起后者，方伯终与公相坤曾孙见一妇人入室，貌肥黑不扬，孝敬坐榻，亦甚谢，王拒之不去，由此坐卧折见之，而亦坚定终不摇，复怒披其甲有声，而亦不甚痛，复以待悬梁上，左与并议，王不觉自投梁下，引颈坐一状，人见其足离地，挺然立当中，即亦不能死，自是病癫，呼曰：彼将与我投何矣？望何狂奔，夜之乃止，如此百端，日常数坐，数要往笑。一日忽见有武士挽锁而入，怒斥曰：嫖娼者汝何敢扰？即直复相自林中出，才至窗外，复不复人行，目电闪，口血赤如盆。一城隍庙中有泥鬼寺，绝类其异焉。于是病若失，